今天要做点什么呢？这个，哎，音乐厅。哇，随便做吧。这是要选的吧？我来选一个我的应援色，就是这个 pink。这是个粉扑粉饼吗 ？Oh my god！欢迎大家来到分贝再出逃的第二阶段。按照老规矩，我们依然为分贝家族准备了三个不同配置的舞台：零到三十分贝低配舞台，三十到四十分贝中等舞台，四十分贝以上豪华舞台。是不是多了几个球啊？对，道具也不一样了。第一张其实是没有什么灯光的，第二张灯光比较少一点，第三张哇，射日啊，射光啊。尽量争取那个最豪华的舞台。对，可以看到在各位的桌子上有五个对应的道具，每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慎重选择一个。我个人觉得我是走那种王子风格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白色的大蝴蝶结好像比较适合我。同意的。也只有你的脖子能戴上这个。什么意思？太细了。那这个OK， 那这个你们谁看？我喜欢敲东西，所以我想选这个，你没意见吧？我也不敢有意见啊。那我就这个吧，行，古琴吧。我就选这个粉饼吧，因为我喜欢给我的粉丝画饼。说发什么专辑什么单曲通通不实现，而且理直气壮。可以。对，我就选这个了，因为它就摆在我面前。我就选它。我要它。我要它。我要。这个是什么？给我看一下，你先给我看一下。哎。